开车到旁边这空打的这边意大利托斯卡纳的超市，然后看下去买这样一袋的食品要花多少钱，会不会比德国更贵？拿一个小拉车，1.88块，这么一大盒草莓，拿一盒吧。嗯，我选。买了个5.48块的这种叫做芦笋，然后这个是大葱，2.68，1000克。菠菜2.28，买了颗菠菜1.17块，拿一盒南瓜1.98块，400克，然后买个托斯卡纳这边的经典意大利细面，然后2.79块，蜂蜜一小罐5块，4块都有。那是果酱吗？哦，好，对，这个是无花果酱，不好意思，上面才是蜂蜜，上面蜂蜜买的送人看起来特别可爱。这是什么奇怪的甜点？我没见过。3块多，哎，对对对，算是很爱，很好吃，对。火腿3欧多买，哇塞，这边都是卖意大利火腿的，这是现切的，大哥，这他们的熟食区，然后有13到35美千克的这个炸虾，不错，30欧每千克，可以感觉买两串。意大利最爽就是有这种海鲜区，看你好棒啊！这个是青口吧，3.3欧每千克，然后这种的话好像是10欧贵一点，还有生蚝，哇塞。哇，这扇贝看起来好棒，25.5欧每千克，也不是很贵啊。这什么鱼？哇，还有这种虾菇，哎，太 nice 了吧！这个像极了我们昨天吃的那种拼盘，35欧，然后这边如果买的话只要9.5欧。丁骨牛排这边买一块带回去，这丁骨牛排你看这么大块。0.7千克，才12欧，哇！这次没买成，然后这边买一个。It's very cool. Thank you, thank you. Yeah, it's very delicious. 然后这个大哥再帮我切1千克的丁骨牛排，然后1千克是21欧，好划算的。外面吃1千克都是60几欧，哇！意大利的牛奶跟德国差不多钱，现在也是涨到了1欧多。还有1.89欧的，还挺贵。我们现在超市又买出来啦，然后就是买了这样一大车东西，等下去马上去结账。每次来意大利或是法国，都会带一大堆他们这边的特产。回德国特别搞笑，意大利的油跟德国也是一样贵，那这边的感觉橄榄油会特别好，建议这边买点橄榄油。79欧元。我们刚才从意大利托斯卡纳这边这个超市出来啊，然后买了一堆食物，花了79欧元，其中还包括了一大片的丁骨牛排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种松露酱，这样，然后买了2罐，然后还买了蜂蜜，然后什么七七八八买了一大堆，买了79欧元。总体来说，我觉得它这边肉价还是挺便宜的，然后蔬菜的话跟德国差不了太多，但是种类更多，然后肉的种类也是非常多，还有海鲜什么的。然后我们每次来意大利啊，或是来法国旅游，都会带一些这种肉啊，或是海鲜回去，因为在德国真的是食材有点缺乏，就是说可能价格也差不了太多，但是食材还是会差挺多的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